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促进工业促进会多年来伫中寮乡的连经拿福利协会，透过数位机会中心进行人才培训计划，为着要进一步经销地方的农特产品，促进观光的发展。对去年九月份开始设立了假日的咖啡夜站，所赚的钱也捐出来给协会做公益。当中上届难得的是一对翁仔某，因热心来做义工斗三工，将中寮的水要介绍给更加侪人知影。喝咖啡，要喝咖啡哈，来这边不好啊，喝咖啡。UK 一家啉咖啡的休困站，可以晒干，吃到正佳真精美。林明业甲江国庆翁仔某，这人是负责招待做多人介绍，这人煮咖啡请大家啉，没有挂这人来熟悉中寮这个好所在。主持人请在喝咖啡，我们的咖啡都是现煮现磨。啊，不然哦，我若对这来的时候，我嘛唔知到底这有啥物啊，甲一条路尔。啊，所以讲即马知影安尼行，哦，人气又回来了，足好个。其实又很好吃哦。哦，帮他们介绍中寮当地人文风情，还有一些当地的特产哦，那希望他们来过以后，下次还愿意来，甚至他带他的朋友、认识的人来。响应着慈善工业促进会偏向辅导的计划，林明业翁仔某日前来做假日义工服务游客，嘛提供平台，让农民来销售着因的农特产品。而且游客啉咖啡欢喜捐的钱，也用在老人送餐服务以及社会中心的培训顶头。那社会观点，这个是我们在三年前就资策会在推广的一个计划。那它是从就是培训在地的人才，然后他们具有一技之能之后，然后可以回馈乡里。像农产品，人来到这就吃用对不？啊，其实在地人吼，啊，安尼加减嘛拢会收入啊，拢增加收入。啊，佫所以讲吼，啊，因佫拢是义务的，吼，啊，拢总是家底家庭斗三工。被那个草草的东西出来，对对，是啊，就是那个果胶。吃到好吃的农田产品，也会使透过实际操作了解艾叶啊是安怎做的，囡仔是感觉真神奇。慈善工业促进会真有心，营销营收辅导的偏向优质农田产品的同时，也让民众会使更加亲近地方，做更加深度的旅游。记者杨新采报道。